就是你的得奖感觉？首先很开心可以在富烘拿到这个奖项啊，所以是一个2021的一个结果。来，请坐。第二个就是分享你在这个疫情的会怎样入围成功的小秘诀。首先是在2020这个疫情的时候，主要是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不要给疫情捣乱自己的阵脚啊，最重要自己要的是什么，然后设定自己的目标努力去达成就可以了哈，不要因为很多因素而令自己变成很多一些担忧哈，说只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就很容易成功了。来，接下来就是那庄丽，你本身加入富翁是多久了？为什么你会选择富翁呢？我加入富翁是2年，说当初加入富翁是因为富翁在这个 property agent 里面有16年的历史，主要是一个比较有诚信的地产建公司了，所以才会选择加入富翁。好的，谢谢你。